提醒我们媒体记者朋友哦，哈，待会呢，哈，我们的梁祝升起来之后，刚刚有看到哈，我们这个长串的一个鞭炮啊，点燃鞭炮之后哈，这个炮竹哦，它会有一些的距离哦，然后还有声音的部分哈，请大家呢都稍微的注意一下哈，也保持一些安全距离。